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庞青、童健、张丹以及空中技巧滑雪世界冠军李妮娜昨日现身改编自风靡全球的系列动画电影《冰川时代》的冰上舞台表演秀《冰川时代冰上秀猛犸象大冒险》世界巡演北京站现场，与很多带着孩子来看表演的家长们一起体验了这场结合了花样滑冰、舞蹈、杂技、中国功夫等众多元素的全球顶级冰上表演。而作为旁观者，也让这些嘉宾感到相当轻松。优酷全娱乐冠军都是实在人儿，北京报道。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庞青、童健、张丹以及空中技巧滑雪世界冠军李妮娜昨日现身改编自风靡全球的系列动画电影《冰川时代》的冰上舞台表演秀《冰川时代冰上秀猛犸象大冒险》世界巡演北京站现场，与很多带着孩子来看表演的家长们一起体验了这场结合了花样滑冰、舞蹈、杂技、中国功夫等众多元素的全球顶级冰上表演。而作为旁观者，也让这些嘉宾感到相当轻松。优酷全娱乐冠军都是实在人儿，北京报道。